朋友捕捉一下画面好吗？哎，我发现焦哥今天穿的跟雅雅是一样的颜色，哎，是有特别搭配过的哦。好，我们呢赶快再来拍一下。好，我们右方的这个媒体朋友非常多。好，3、2、1，那焦哥帮我们看一下中间的媒体朋友好吗？中间的来准备哦。哇，这个是非常这个带颜色、带表色都穿在身上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？哎，这边再帮我补一张。好，3、2、1。好，谢谢戴戴，各位长官还有媒体朋友，大家辛苦了，很热哈。这个 OKR 有没有出防晒油或者是或者是等一下应该要多开发一点。你看像今天这种天气很需要防晒乳，但是真的很荣幸能够，其实我不只是跟吉祥物一样，你不觉得我的衣服很像玉米吗？就是颗粒，我其实是穿玉米。 OK， 玉米哦，从袜子鞋子到手表啊，不，当然也跟它很像。是的，哎，原来今天是玉米。是的，就是很玉米的颗粒状。因为玉米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出来，还太小，对不对？尤其像这么热天，我真的有考虑了。刚刚本来想跟那个借一下婴儿，他们就跑掉了。借一下，充当个玉米是吗？借一下，哎，哦，我看到了。算了。好，我知道呢，我们焦哥在 FB 通常呢，你发文都会有个题目，所以我想今天如果要发文，题目应该是口腔。当然，其实我们在生完小孩之后啊，第一个购物欲都很低，但我也有看到小朋友的东西哦，真的跃跃欲试，会去研究，包括我的保姆也会教我很多。然后呢，认识到对的品牌很重要，因为事实上帮小孩打底有很多方向嘛，不管是所谓的比较务实的经济面呢，或者是教育面呢，当然还有健康。我必须讲，我小时候就是一口烂牙。我在出道以后呢，可能大家回头去找30几年前的影片，我张开嘴，等一下，走得到吗？都被我大概剪去了。我也觉得应该都已经下架了吧。然后呢，都会有一些黑黑的牙齿的牙垢这样。后来我的经纪公司就希望我去整牙，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跟金钱，才调整成现在的样子。因为口气清新很重要，人际关系。再来呢，牙痛不是病，痛起来真的要人命。去看牙医，心里很痛苦，会觉得不舒服、不愉快。所以我很希望从现在帮他打底。结果我就认识了 OKR。然后认识了 OKR 之后，我才发现也有大人的产品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自己上网买的因为他们没有送我大人的。他们全部都送玉米的，全部都是满满的。然后我也，我以前是没有这样的 sense， 我不知道小孩子这么小，在0岁以下开始就要做口腔保健，甚至还有口腔4部曲。所以呢，这些都是也让所有可能跟我一样的新手爸妈了解。那当然，很多的小孩的或是小孩的家长呢，到12岁以下都欢迎多多的利用 OKR 的系列产品。好，刚刚我们的一日店长有讲到说。口腔4部曲，对，4部曲，我就非常的好奇，这4部曲是哪四部曲？其实跟我们大人的异曲同工了。第一步当然就是用牙线清除一下牙缝里面的牙菌斑或彩渣，那接下来呢就用牙刷搭配牙膏，然后再处理一下牙齿齿面的一些牙菌斑或者是细菌。那第三个就是用漱口水，大概30秒，那小朋友就用沾的，也是清理一下我们刚刚没有处理掉的一些其他的细菌。最后呢，当然就是我们有口腔的喷雾，可以保护这个维系它的这个防御力哇，听起来非常的厉害哎！这个，但当然现在玉米才11个月，对，有些步骤还用不到，我们现在还是用粘的比较多。可是这是我们的日常，这是我们现在每天的日常，也是你们未来的。对，而且我帮他清洁口腔的时候，他都不哭。太太一帮他清洁口腔，他就哭了。哎呦，爆料了！真的，我用影片作证。我帮他擦的时候，他很乖，很享受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不喜欢我太太帮他清洁口腔。所以今天是我来，谢谢。可以。今天这个请对了，对，是的，是的。好，那既然呢，我们一日店长这么熟悉这个4部曲，我们要进行一个挑战。怎么样挑战？就是呢，我们直接在台上展示这个4部曲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。没问题。OK， 接受挑战是吗？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来送上我们的那用谁的牙齿呢？老板呢？你借我一下，帮你清洁一下。好，我也是后来才发现欧克威尔也有大人的漱口水，对不对？大人的牙膏，太棒了。那从0岁开始就照顾我们的口腔。那我们这个哇，可爱的吉祥物来了。对，这是PD13也来到现场。他本来就这么高吗？还是配合我？很多吉祥物都很大只，配合我。太可爱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边。你还要要干嘛？你不是只是看我表演？对，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太简单，他让当小观众。打我是不是？他
是跟你 say hi， 嗨，有啦，我刚刚在旁边已经看到他了。我想今天第一个台北市中暑的应该就会是他，今天实在是太热了，他辛苦了。好，我们看给你看。OK， 好，我们等一下呢要边示范这个四部曲，好期待，好期待。同时呢，我们要加入个快问快答，一边做还要一边问答。对对对，要增加这个挑战，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牙齿现在有一些脏污哦。谁家小孩发育的这么快？对，牙齿都长齐了。OK， 准备来吧，来准备哦。我们挑战开始。好。哦，牙线刚才讲牙菌斑嘛。第一步。哎，菜渣嘛，没有牙线哦。好，来问题来喽，请问欧克尔欧克威尔的专利防护技术是什么？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PE13 Plus 的抗菌生态，太厉害了。这个抗菌生态呢是非常温和抗菌的哦，那可以帮助我们小朋友在不刺激的状态之下，去至少对抗40种以上的细菌。40种以上的细菌哦，太厉害了，掌声一下。呜呼，牙刷跟这个要手脑并用呢。对对对对对，牙膏、牙刷的部分哦，清洁溜溜，清洁溜溜。一下子就可以把它清掉了。其实是电动的哈，但我们家玉米还用不到啊。我来示范就好了啊。因为其实小宝贝他有喝奶，吃一些副食品，其实口腔也是要照顾的。对啊对啊，什么菜渣、水果渣都有，都会在里面的。好，那我马上要来问一下第二题喽，请问蚕豆症的宝宝可以使用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因为有很多大家都知道温和不添加，这是品牌的中心思想啊，同时也是低敏性的。那么最重要是我们也不含酒精，这是小朋友的用品真的都不能有这些东西的，或者是防腐剂。那基本上欧克威尔都做到了，请霸婚了。哦吼，100分。好，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第三阶段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现场不太方便直接用这个漱口水，它粘得太紧，刚差点掐到。好像我们家现在也是都用粘的，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有这种产品。我也是，儿童的牙齿、婴儿的棉棒啊，因为它真的不可能像我们大人一样漱口60秒，所以小孩就要用这个用粘的。好，你继续。好，我们一一的清洁 ，OK。我们家现在只有4颗牙了，4颗牙，所以很快就结束，5分钟就处理完。那你觉得你跟你老婆在清洁他的口腔有哪里不一样？为什么玉米总是会哭呢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因为他可能他会认人，他可能欺负妈妈。哎，知道爸爸比较对对对，了解了。对，爸爸还要出来晒太阳赚钱，他对我好一点。真的哎，很聪明哎，从小就叫聪明伶俐。但我其实我自己工作都需要，因为我们常会近距离讲话，我都很希望我的嘉宾都不要闻到我的口气。是的，口气清新，清新的。其实是口腔也是反映身体的不适嘛，所以的这个口气清新很重要。小朋友也是哦，持续的来抗菌，然后持续的来保护自己。好，那最后一题我就要来问，请问几岁的小朋友可以使用呢？刚刚就讲过，0岁就开始了。对，零岁就开始了。哎呀，从就要开始保养口腔，一路到长大啦。耶。也是顺利的结束了这个四部曲，有没有觉得有点辛苦？非常辛苦，对，非常辛苦，手脑病又还有眼睛辛苦，对，怎样？你要不要去补个妆？我太热了。我们两个现在都满脸都是汗水。请不要特写我们，对，特写没事现场就好了。你都没老公呢，哦，搞呢，哦，都不会流汗呢。好，那就牙齿好，待会我们现场倒数5秒钟，然后请两位长官呢倒数。一的时候哦，一起查就去启动我们的仪式哦。好，我们5秒、4、3、2、1，请启动。哇吼 ！OK， 欧克威尔华山快闪店雅雅乐园正式开幕。哇吼！是的，来，我们请两位长官呢靠向前方。好，我们一起看一下右手边，来准备哦。3、2、1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中间，哎，准备哦，3、2、1，左边有一些手机，对不对？3